4.3 版本还有藏那么多皮肤。大家好，我是超细。 4.3 版本有超级多款的皮肤，目测大致有30款皮肤，而且官方发布了皮肤的预览，所以我们先观赏一下皮肤的预览。不过后面还有其他的惊喜，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哦。You'll never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once he joins the fight. Now, where is our private eye? We could really use some help here. It's Foo Spirit's Yumi. Wait, guys. No, don't turn it into a ham sandwich. Any decision's red skin. Glorious Basilisk J4. 那么以上是官方公布的皮肤预览。不过官方肯定还有藏着一些皮肤，这里我给大家爆料出来。首先是我之前爆料过的皮肤。西部魔影赫卡林姆，黑夜使者弗拉基米尔，海克斯科技安妮，以及御剑传说瑞文至臻。另外就是官方还有隐藏着的皮肤，分别是小蜜蜂提莫，幸运武神贾克斯，唱浪破云泰达米尔，以及手游专属限定派克的皮肤。目前皮肤系列暂时未知，不过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皮肤吧。那么大家觉得以上的皮肤如何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吧。还有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的话，记得给个3连支持一下。那么我是超细，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